还有医好很多、哦、数不清的、啊、孙母看见我跟那个你的那个格斗，跟那些 女生啊，那个女生来、哦、她这样子的，她也是张牙舞爪，结果我就结这个雷印，这个叫做五雷印，哈一口气，然后脚顿一下，这一顿，哦，那个女的本来是张牙舞爪，突然间定住，然后往后倒，往后倒，倒在地上，就醒过来就好了。然后就，她就坐在我旁边，啊，醒过来以后，她没地方坐，我有一个桌子，我有一个椅子，她居然挤过来跟我坐一起。哇，靠得好紧啊！啊，这个女生真的长得很漂亮哎，这是唯一师母没有吃醋的一次，因为这女的是精神病患了，她精神病了。难得有这种机缘呢、啊，难得，难得。